Visual Moon 的第二套呢，是非常就是优雅时尚经典的组合。它的bra top 叫做 Celia， 它很像一件就是优雅的小洋装，漂亮的小洋装的上半部。你可以仔细看它，就是做了很多漂亮的线条的剪裁，然后可以看背后也有一个很显瘦的 V。那裤子的部分啊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它也是做了一个 V cut。我觉得 Visual Moon 最厉害的就是对线条的掌握度。V cut 有什么好处呢？就会让你的视觉中心落在中间，而不是旁边，这是它显瘦的方式。那它当然就没有像 Lyra 一样在旁边做了非常多的侧线啊，然后到不同的终点有 不一样的方选，它就是做一个比较简洁的处理。但它还有一个小巧思，是它这边还有一条线，它往这个方向，然后 Celia 往这一个方向，他们就做出一个几何结构的立体感。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哦，如果你喜欢的是像 Coco Chanel 那样非常优雅，然后但是又带有帅气利落的话，那我就会很推荐你就是这一套经典的黑白配。